完事了，又来了好事了，又可以住黄生小镇了。是啊。嗯，还得谢谢你啊。你谢我干嘛呀？啊，因为你已经过了两关了，是吧？嗯。哎，你想知道那两关是什么吗？不知道啊。那你想知道吗？当然想知道，你说说。第一关呢？亲爱的同学们，现在呢，曹振叔来到了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哎，这个小学非常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环境，看看后面的花花草草，还有这个雕塑，非常的美，幽静宜人，可以说是一个花园式的学校。那这个学校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这个社团非常的多，有什么合唱团、舞蹈团、什么民乐团、管乐团，还有儿童剧社，还有书画院等等等等。但是今天，所有的小同学最想参加的是动感特区。因为这个学校的3000多名小同学已经通过海选选出了20多名小同学在严阵以待，接下来的时间里，曹振叔将带着他们参加一场比赛，然后让6位同学得到我们的晋级徽章。好，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翠微小学同学呢，现在已经分成了2队，要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小比赛，叫做时代快车。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情况，一队是几个同学啊？这边11个。11个。这边呢？10个。不是还余一个吗？对，那个就是一个幸运的。有一个队伍比另外一个队多了一个同学，怎么办呢？向前进比赛，选出一个实力最强的晋级。同学们，你们谁实力最强？哇，咱找一个比较公平的方法，争取2队人数一样，好吧？好。曹振叔叔吧，从我们所有人的那个报名表里抽一张。来，1、2、3。胡文晓。Yeah! 结果抽着胡文晓了，他就直接晋级了，不用比赛了，像太幸运了他。你是想直接晋级，还是想参加这场比赛？参加比赛，因为比赛是一个乐趣，直接晋级就没意思了。这场比赛你干嘛吗？在那个花下传球，哦，不是那个，就是地滚的那种，是就是你从花下传，用手接着，就不能掉下去。那是下降啊。啊，对，当然了。好，我们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啊！现在场上有2个裁判，一个是曹振叔叔，还有一个是胡文晓。好，来，同学们，认识这个是什么吗？哎，最后一个奖牌。猜的差不多啊！2轮比赛过后，最后可以成功晋级的晋级徽章，到时候就可以带着爸爸妈妈去我们的房车小镇参加后2轮比赛，明白吗？明白。好，哪个同学想要这个徽章？哇！好，先通过这一轮比赛再说。准备，开始。时代快车怎么比呢？第一位同学拿着篮球从胯下传给第二位，而且要手手相递，不能抛，然后一直往后传，传到最后一位同学怎么办？最后一位同学抱着球跑到前面继续往后传。对，哪队的时间短，哪队就获胜了。用时长的一队离开赛场。要从胯下走啊！往前点，往前点，前头走两阵，往前走。现在两支队伍不断的在朝前进，越来越接近终点。不要拿掉啊，拿掉的话去捡很耽误时间的。好的，快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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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是右边的队伍领先，现在左边反超了，加油！好，双方几乎是齐头并进。好，两个同学都从中间走，撞了一下。好，现在左边这个同学滑了一跤。现在呢，我们这边的11位同学离夺得小徽章又前进了一步。你们现在用一句话形容一下自己的心情，来，开始。激动，幸福，太好了，喜悦，还震撼，无与伦比，兴奋，激动，
太兴奋，太兴奋了。不知道怎么着，我们特别快，居然赢了，高兴死了。然后呢，这不就十个人进六了吗？啊，第一关过了，第二关是怎么过的呀？第二关呢，跟可乐有关。可乐？嗯。第二关就喝可乐。咱们的比赛不是喝可乐，喝可乐是为了比赛。怎么比呢？来看一下。嗯，成功，掌声鼓励。好，这个比赛呢，每位同学发两罐可乐，把它立在桌子上，用时短的前六名同学可以晋级下一关比赛。方法不一样啊，男生是打开一罐直接喝，女生是两罐同时打开，喝一罐晾一罐，把里面的气儿跑掉。好，这个方法有一定的好处。哎呦，不容易，摇摇晃晃的居然站住了，特别快，30多秒。好，女生的也站住了，这一组选手立的都非常快，稳住。哎呦，好，女生本来已经立起来了，结果又倒了。好，小帅哥加油啊，别着急，别着急，稳住，里面再晃的时候是放不住的，别把第一个打倒了啊。好，一个是一分钟，一个是1分13秒，非常不错的成绩，来掌声鼓励一下。那你当时喝完的肚子是我喝了之后想吐，结果最后吐出了一个嗝，打了一个嗝。这组上场都是两个小男生啊，看你们谁更快，来准备，开始。好，开罐都很快。这边的男生是左右开弓。最好两只手放，一只手非常不容易放稳。破了记录啊，一个新的记录诞生了，短短的时间两罐全起来了。好，一罐了，不要着急，你现在虽然比他慢，但你整体来说你还是非常快的。好，1分24秒，这个厉害了，两罐用了36秒时间。你怎么这么快？凹进去的一定要对准那个，不要碰到桌面。里头凹进去的不要碰到桌面。这一块不能碰到桌面。哦，然后靠着两个边是吧？对。最后一组选手，一号队员曹振叔叔。二号队员杨杰同学。好，刚才如果一个人比的话，会不会觉得紧张？有点。哎，对，没有同学陪着啊。现在跟曹振叔比，会不会更紧张？不会。为什么呀？因为您肯定是输的。我肯定输的啊！曹振叔是陪你，所以不要紧张，放松比，比出你的最好成绩，好吗？好。来，准备计时啊！预备，开始。好，我准确的给大家量一下，喝几口可以立起来。哦呦，呵，六口还是中了。哇，两罐都立完了，你是不是让我输得太惨了点？好，比赛结束了哈。这个比赛呢，与其说是看谁能喝或者看谁技巧好，不如说是比的心理素质，看谁更镇静，对吗？谁有信心肯定进入前六名的举手。就三个是吗？好，你们三个被淘汰了。第一名36秒，董艳蕾。好，刚才举手了啊，非常自信的。第二名整整1分钟，廖芳毅。第六名1分33秒，杨杰。我们掌声有请翠微小学副校长邵贤荣老师颁发晋级徽章。要祝贺晋级的六位同学，
你们将代表村民小学3600多名同学来去参加比赛，希望你们能用自己的行动来践行我们翠微的精神，做一名明德笃行的阳光少年。快到了，动感特辑我来啦！常言说得好，性格决定命运。那么一个人应该从小培养哪些方面的品格，才能步步为营地走向成功呢？是勇气。真的是坚持不了了，但是呢，低头看到孩子对我那种期待的目光，我觉得我一定要坚持。力量。妈妈比赛得特别吃力，觉得特别着急，想马上就到终点。毅力。四天的时候，他就已经吼坚持不住了。坚持住！他一直咬牙坚持过来了。宝宝，你太棒了。还是爱心，领导力。妈妈总是不听我的指挥，就不成了。这不是光用手，我没法顶了。别说话。独创性，再或者是团队合作精神。手不可以往前送，有同学慢慢跟不上了。我不会，我把我浑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差点就掉下去了，甚至是运气。那么在接下来的8期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各项比赛和闯关，为大家一一揭示这些方面的。要想赢得来到这里的入场券，我们必须要经历一次严峻的挑战。房车小镇，好，曹镇叔叔又跟孩子们见面了哈。不过今天呢，孩子们不是自己一个人战斗的，而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那孩子们是凭借自己的实力通过了第一关的挑战，我们掌声祝贺一下。好，今天我们的6个家庭呢，有2关的挑战在等待着大家，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参加2个挑战，因为我们第一关就是淘汰赛。第一关过后，有2个家庭要离开我们的赛场。2关比赛过后，有1个家庭可以成我们的冠军家庭，有一份特殊的礼物要送给冠军家庭。哪个家庭想要？啊，都想成为冠军家庭啊！那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好不好？好。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面临的第一个挑战。说到这儿呢，曹振叔先问一下，你们家都谁知识最丰富？家爷爷。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爸爸爸爸。爸爸为什么爸爸？我姐。接触了这么多产品。啊，我家也是爸爸，因为他的数学特别好嘛，就小时候学特别好。成队一看，一家人都有学问，全戴眼镜。好，绿队。我妈也是数学特别好。哦，都是数学特别好。红队。相对而言，应该是我爸。啊。我爸应该是语文好，英语好。好，语文英语好。来，黄队。我们家呢也是我爸，我爸是数学和英语好。蓝队。我爸爸是语数英三科基本不成问题。好。其实呢，咱们这关的挑战，孩子们要答题，爸爸妈妈知识再丰富，他不答题。我们第一关比赛呢，孩子必须上，或者上爸爸，或者上妈妈。然后下一关比赛的时候，
就反过来，或者上妈妈，或者上爸爸，总之只能上一个下巴。来答题，家长两脚站立，两手托着这个大圆柱托起来啊，站着，然后孩子进行抢答，如果抢答对了一道题十分，如果抢答错了，那么家长就要放开一只手或者抬起一条腿然后呢继续抢答，如果抢答对了得十分，抢答错了你要再放开一只手或者再抬起一条腿，孩子如果答错两道题，那么就家长收一只手抬一条腿，如果答错第三道题怎么办？没关系，你只要单腿单手继续挺立，考察你的意志力和平衡力，明白了吗？好，那这样六位小同学抽签决定比赛的先后顺序。一定要举着稳，要稳，不要急。我没事。哦，我你关键是你打题啊。哦。那个不会的不要抢答。不，但是最后计成绩是看这个谁答的对。答对的，就是会的就一定要抢答。嗯。要快。明白了，我是董岩雷，就是我的爸爸。别看他这么瘦，他吃的可多了。他喜欢吃手抓羊肉、烤羊肉串、烤全羊，可是他就是不长肉。这点令我妈妈很是嫉妒。我还能吃，他的饭量比我还大，不过喜欢运动，身体还算结实。绿色环保，动感梦想，绿队必胜。大家好，我是王彦祖，这是我的灰太狼爸爸。他原来是一名军人，但现在转业了。他很喜欢踢足球，所以在他的带动下，我的足球水平有了很大的长进。我的儿子王野鲁，富于爱心，乐于助人，在班里是老师的小帮手，是全班同学信任的小干部。希望王野鲁今后多吃多练，有一个棒棒的好身体。那我们第一段场了，曹振书这么放眼一看，绿队蓝队上的都是爸爸，只有粉队上的是妈妈，而照我的理解呢，这个比赛属于力气活，应该都是爸爸上。杨杰，为什么是你妈妈上？如果我这关过了，下一关是水，在水里的，我妈不会游泳。首先，下一关需不需要游泳，曹振叔叔还没说。其次，如果这一关你都没过，就别想下一关的事儿，对吗？要不要换？不要。大家好，我是杨杰，这个是我的妈妈，她很有责任感，有很多垃圾食品啊都不让我吃，但是我还是很想吃，可她就是不给我买。平时杨杰在家呀，特别懂事，也特别孝顺。冬天呢，我的手脚爱凉，然后杨姐每天在我回来的时候给我接满一桶水，让我泡脚取暖。所以孩子这么小就这么懂事，让我觉得特别温馨。粉队，粉队，参赛不累，耶！那我们每一组家庭呢有30道题，但是你们不是跟其他两个家庭在比，而是跟其他5个家庭在比。各自计算分数，分数低的两个家庭淘汰，明白吗？还有一点啊，曹振叔说开始才能抢答，谁违规抢答直接倒扣10分，明白了吗？明白了。比赛马上开始，来，1、2、3，举圆木。现在是双脚双手啊。第一道题是一道排序题，你要排出它正确的顺序。一，庙宇被遗弃。二，画上壁画。三，建造庙宇。四，挖掘庙宇。五，壁画被移到博物馆。请排出它正确的顺序。好，3号杨杰。第一个应该是挖掘，第二个应该那就是4，是吧？对。咱第二个是建造庙宇。第三个是庙宇被遗弃。最后一个应该是放到博物馆。好，粉妈妈，你是选择放下一只胳膊呢，
还是太极一条腿？线放在一棵吧。正确的答案应该首先是进到庙宇画上壁画，庙宇被遗弃，然后挖掘庙宇，然后被送到博物馆。好，你们俩的回答是正确的，但是没有抢到。第二道题啊，蜗牛会冬眠吗？开始。好，又是杨杰。杨杰手比较快啊，但是要回答的正确才行。我就是想的，你能摁就摁吧，反正不要给别人机会。不会。不会，恭喜你，抬起一条腿。那时候呢，咯噔一下，哎呀，妈妈要把这腿缩回来。第三道题，凤蝶用什么护身 ？A， 绿队负十分。来，绿队负十分。凤蝶用什么护身 ？A， 毒液 ，B， 臭气。开始。臭气。蒙的吧？蒙对了。好，加上十分，所以现在绿队还是零分。好，下一道题，老师盒子里有十颗糖，正好学生有十人，老师说你们每人要分到一颗糖，同时盒子里还要剩下一颗糖，请问怎么分？开始。好，杨杰。每个人都分一个，最后一个人把盒子再糖拿回家。正确，加十分。最后三人吗？不可以，那两码事，两码事。下一道题，第29届奥运会在哪个城市举办的 ？A. 北京 B. 雅典 C. 悉尼。开始。好，黄彦鲁终于抢到了。29届。对。高级的。好，正确答案是北京。29届。好，蓝爸爸选择放下一只手，还是抬起一只腿？我着急啊！我。下一道题啊，中华武术享誉世界，下列属于中华武术的是 A. 太极拳 ，B. 拳击 ，C.跆拳道。开始。好，雷雷。A 太极拳。太极拳回答正确啊，加十分。下一题，一张20元人民币破损了1/2，到银行可以换多少钱？10块。加十分。下道题，怎样用树叶遮住天空？开始。好，王一龙。把眼睛盖上。那不是这个掩耳盗铃的做法吗？但是。那是正。加十分。有两个人到海边去玩，突然有一个人被一只浪卷走了，被卷走的人叫小明，剩下的人叫什么？开始。看着孩子打正题吧，我特着急，那两个这个爸爸妈妈就说我说救命救命。张杰。那人是叫什么呢？那人不叫什么，他叫他的名字叫救命救命。他的同伴被卷走了，他不喊救命啊。下道题，猴子最讨厌什么线？开始。好，黄彦龙，为什么？没有香蕉，没有香蕉，猴子喜欢吃香蕉。好，加十分。下面这道题又是一道排序题，去钓鱼，二发现很多蚯蚓，三向朋友借钓具，四挖坑栽树苗，五改变计划。挖坑栽树苗。嗯。改变计划。嗯。向朋友借钓具，发现很多蚯蚓，去钓鱼。好，大家觉得对吗？对。正确顺序应该是这样的啊，先去挖坑栽树苗，然后呢，哦，发现很多蚯蚓，发现很多蚯蚓怎么办呢？就改变计划了，我不栽树了，我去向朋友借钓具去钓鱼，所以回答是错误。绿队啊，放下一只手，来下一道题，鱼有耳朵吗？开始。好，杨杰。有。回答正确，加十分。下道题。100元吃一碗稀饭，打一个省份的名字。开始。100元。好，孙雷。山西。别懵了，你想100元一碗，这粥多贵呀、啊？贵州。哦，现在明白了。那儿子又答错一道题，一只脚要举起来。独立。这道题，走路比站着耗费体力吗 ？A 是 ，B 不是 ，C 一样。开始。好，王彦雷。走一样。一样，回答错误。好几道题就是蒙就蒙错了。下一题啊，什么花是人们通常送给妈妈的花？开始。百合花。王彦雷。错了。康乃馨。康乃馨错了。好，粉妈妈坚持不住了，粉队退出比赛，杨杰。好，站到后面观战啊。
两个男生还有机会，特别是蓝队爸爸现在还是两条腿，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啊。好，我顶不住。哦，绿队顶不住了。好，飞雷退出比赛。为了儿子，然后在那能继续在台上答题啊，就硬撑啊撑啊，最后实在是撑不住了。现在已经回答到第十七题，只剩下蓝队一个了。你爸爸只要能坚持住，希望多打分，因为你跟其他的五个家庭在比，好不好？来，什么东西咬牙切齿？这是脑筋急转弯啊。嘴，咬牙切齿的是拉链。嘴儿，蓝队爸爸抬起一只腿啊，金鸡独立。下一道题，哪种植物和动物最像鸡？脑筋急转弯。蓝爸爸刚才腿落地，没有答题的机会了。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我本来想换一下腿，更多的节省一下体力，可是这是规则不允许，是我这儿先掉链子，还本来孩子可以答更多的题，后边还有机会，因为妈妈还没有出场。大家好，我是翠微小学的陈逸璇，这是我的爸爸，他的学识可渊博了，只要有我不会做的题，他都能给我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我们家姑娘，虽然说有点没心没肺，但是她这种性格能够感染周围的同学一起快乐，所以说我们还是很喜欢她这种健康、快乐、积极向上的一种心态。团结在一起，我们是第一。好，我们第二组家庭上场了啊。红队也是妈妈上，不是爸爸上，而且爸爸个子还挺高挺壮的，为什么？因为我妈妈觉得我爸平衡能力不好，太高了就容易。人一脚容易摔。黄队家庭也是，之前商量的时候是妈妈上，为什么换成爸爸上了？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呢，就是她可能平衡能力差一点。一开始时候呢，黄队说要出妈妈，我们想可以跟黄队 PK 一下。我们家选择步行参赛啊，主要是考虑到这个我力量大，这个有耐力。刚才一上场以后呢，看见就是两个爸爸一个妈妈，我就感觉到我们的体力可能会稍微差一点，所以呢就把希望呢寄托在孩子身上。谁站的这个时间能坚持的最长？虚的。谁坚持时间最短？我。你看我妈妈这就非常有力度。好了，三位家长开始。大家好，这是我的老牛爸爸，他是一个老实憨厚的一个人，像他自己的生肖牛一样非常的实干。大家好，我是方毅的爸爸，我和方毅走在大街上，总是有很多人主动过来跟我们说，你们俩长得太像了，不光长得像，说话神态也像，说的我心里美滋滋的。但是在平时的生活中呀，方毅啊太不像我了，我呢小心谨慎，他呢胆大包天，我呢特别细致，他比较满意。黄金队加油。大家好，我是赵天宇，这是我的老妈，我妈吧是一个典型的宅妈，天天在家里喝喝咖啡啦，看看小说啦，我妈吧就是我的全职保姆，整天宅在家里的，然后呢却生了一个聪明活泼的儿子，非常好动。团结努力，争取胜利。答题啊！两个人同时来到了河边，都想过河，但是呢，只有一条小船，而且小船每次只能带一个人。请问他们能否都过河？开始。好，请方毅。我觉得他们不能都过。你的回答是错误，他们可以都过河，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好，黄爸爸，你的劲儿最大，先放一只手。注意啊，不能换手换脚，也不能背靠铁杆，否则直接退出比赛。下道题，炒菜前应该怎样做最好？ A 把油倒到锅里就开始炒菜， B 等到锅里的油冒烟了开始炒菜， C 先炒菜再倒油开始。好，赵天宇，我觉得应该选 B。 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因为油热了以后，第一菜会损失营养，第二致癌，所以红妈妈别客气。下道题，早上人的身高比晚上要矮，对吗？开始。好，来黄奕。我觉得是错的。黄队回答正确，加上十分。来听题，吃苹果的时候咬下一口，看到有一条虫觉得很可怕，看到有两条虫觉得
更可怕。那么看到有几条虫觉得最可怕，开始。赵天宇，半条，半条。其实有好多题都不会，就会那张虫子那道题，哎，就 N 都快，刚好答上了。几加十分，红队。哇，爸爸，我爸爸已经坚持不住了。黄队退出比赛。哇，红队也坚持不住了，退出比赛。首先恭喜红队啊，因为熊爸爸的诺言兑现了，他能坚持到最后。来，一只小白猫掉进了河里，一只小黑猫把它救了上来。请问小白猫上岸后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开始。我树也被黑了。小白猫上岸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喵。它会说话吗？好，放下一只手。好，虽然你现在有机会，未必你们得分高。一会儿爸爸可能坚持不住啊。下道题。白色的马叫白马，黑色的马叫黑马，黑白相间的马叫斑马。那么黑色、白色、红色相间的马叫做什么马？开始。红斑马。红斑马，猜对，没回答出来。答案是害羞的斑马。晕了。下一道题，什么动物可以贴在墙上？海豹。正确，加十分。海豹可以贴在墙上。什么字全世界通用？开始。阿拉伯数字。好，正确，加十分。过关了吧？随便答吧。老公加油！爸爸呀，他要再撑的时间要再少一点的话，那我也就输了。一定要给孩子一个信心，认为在这方面不用去担心他的后盾会给他造成障碍，所以让他全心全意的去回答问题。好，第一关的挑战结束了。本来应该是四个家庭晋级，两个家庭淘汰，结果呢，现在是三个家庭晋级，剩下三个家庭出现了平局，都是十分。所以现在采取金球制胜的方法，一题定十分。好，来准备啊，哪一位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啊，游泳一定会沉下去？开始。正确答案是阿斗，因为扶不起的阿斗，他只有往下沉。对吗？再提啊，时钟什么时候不会走？开始。坏的时候。时钟本来就不会走。看着孩子打正题吧，我特着急。生米煮成熟饭怎么办？开始。好，再翻译。生米煮成熟饭怎么办？好，得吃。正确。恭喜黄队家庭晋级，下一关比赛。太好了，咱们上了一个东西。尽力了，我们呢正在参与，能够参加这个活动呢非常非常的高兴。现在呢场上的四个家庭，橙队、黄队、粉队、蓝队成功晋级，可以进行下一关的挑战。那么有一个家庭不仅获得了晋级的资格，而且呢还得到一份特殊的、非常重要的、非常有作用的礼物，就是这个，它的名字叫做意外卡。好，属于成绩最好的家庭粉队。好，让曹天叔告诉杨杰，这个意外卡你可以在比赛的时候让某一个家庭出现一些小意外，设置一些困难，或者缩短他的比赛时间，或者增加一些难度，你可以给场上的任何一个家庭使用。待会儿跟爸爸妈妈一起商量一下，看看谁是你的强劲对手，决定这个意外卡给谁。我们都是好朋友，我觉得呢他可能给谁呢都不忍心，可能会给现在唯一剩的一个男生王爷鲁，很有可能会给我呀，因为现在就剩我一个男生了。毕竟三个女孩一个男孩，给男孩增加一些困难我们也是乐于看到的。没关系，给你就给你，说明你是实力最强特区家庭极限挑战赛。接下来呢，我们要在密云的房车小镇进行我们的终极考验。上关比赛过后呢，一共是四个家庭进入了我们的决赛。
这四个家庭都是谁上场？我和我妈妈。好，妈妈，粉队。我和我爸爸。来，黄队。我和我妈妈。蓝队。妈妈。好，这四个家庭当中呢，待会儿就要诞生我们的冠军家庭。所以呢，现在粉队杨杰，你要看清楚了，谁是你最强劲的对手？我不知道。好，不知道比什么，不好判断是吧？曹振书给大家说一下规则啊，看一下我们的身后，一个巨大的铁架子，看到了吗？上面有两辆小车，比赛开始之后，家长坐在上面蹬小车，孩子的双手抓住下面的把手，穿过游泳池，到终点之后，拿着一个圆盘再回到起点，每个家庭是四个圆盘，用时最短的就是我们的冠军家庭，明白规则了吗？好，现在可以选择了。我选梁毅，不行吧，这样太残忍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都是好朋友。哦，好朋友不能给，对，有道理。所以呢，我做了三个揪。我们家庭得到这张意外卡，觉得那个挺开心的，但是又稍微有点纠结。四个小同学就是一个学校的好朋友，平时都关系特别好，觉得先送给谁都不合适，然后我们家中午商量了一下，以抓阄的形式。就是这一共有三个阄，就是两个是苹果，两个里面画的是苹果，一个里面画的是炸弹。这三个同学呢，每人抽一张，谁抽到有炸弹的这一张，那这个意外卡就不好意思给他了。太聪明了哈，本来呢这个意外卡是给自己最强劲的对手设立一个障碍，其实呢也帮助了其他两个参赛的家庭，但是会得罪一个家庭，对吗？你这样做不得罪人了。那曹振叔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意外卡是什么意外呢？其他的家庭都是拿四个圆盘，抽到意外卡的家庭是六个圆盘。好，苹果一是你的，来，苹果，好，苹果，好。苹果，啊，也不错，也不错。场上唯一的男生家庭，小男子汉，多两趟，来，掌声鼓励一下。其实这个比赛难度不小啊，六趟大弯龙，能不能坚持住啊？说不准。说不准。这是我的老爸，他为了带我来这儿啊。正在减肥呢，可是减肥减得越减越肥，虽然这个肚子有点大，但是里面装的都是智慧呀。这是我的闺女，特别爱吃冰激凌，每回吃完冰激凌就得喝药，所以说我给她定了一个所谓的规矩，以后再吃冰激凌，一手拿冰激凌，一手拿着药。粉队粉队，参赛不累，走你。妈妈，她是一个妇产科医生，经过她手里接生出来的小宝宝不知道有多少，有时候有一些小脾气，而且还很唠叨，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我的妈妈。我因为工作的原因错过了很多的她的第一次，她的少先队入队仪式，第一次学会游泳，第一次运动会等等，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能够在她的人生当中留下一个我们共同参加的第一次。团结一心，永争第一。好，选手们已经准备上场了啊！这是我们粉队杨杰家庭的四个圆盘，曹振叔手里现在多拿两块蓝色的圆盘，这是给男生王野鲁的，看一下，四块、五块、六块，好，等着看好戏吧。蓝队家庭、粉队家庭，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预备，开始。手抓住啊，手一定要抓住。好，现在蓝妈妈和粉队的爸爸再用脚蹬，让这个小车前进，两孩子双手紧紧地抓住横杆，我们的两位救生员在水中紧紧跟随，保护两个孩子。好，王野鲁上去了，拿圆盘用嘴咬住。好，两个孩子几乎同步啊，但如果累的话是可以休息的。加油加油。好，蓝妈妈转身很快，现在已经开始前进了。好，开始还能够掌握着速度，坚持住啊，马上回来了，坚持住。小意思，好，好，快放上去，转身，转身，转身，要休息吗？走，抓住，走。啊，加油！
好，抓住以后可以加快点速度。加油！加油！加油！追平了，几乎同时，快！开始！好，王彦龙，你没有太多休息的时间啊，你如果休息的话，就绝不可能成为冠军。前两圈就胳膊已经发麻了。好，加快速度，蓝队要加快速度。蓝队是六圆盘，转圈转圈转圈走。走了，走了，走了，走快，走。现在可能蓝妈妈觉得很累了。加油！要掌握好蹬的时机，每次蹬的距离要正好。三轮的时候，我的腿其实已经抽筋了。好，现在粉爸爸蹬得很快，两个腿交替。快快超过了蓝妈妈，后发先至。转队，转队，好，粉爸爸转身转得很快。好，粉队在上一关比赛中就是第一啊。跟孩子的配合很关键，掌握这个节奏也很关键。你蹲的时候，左腿蹲的时候，右脚是要抬起来，挂在上面也会降低这个速度。好，粉队率先回来。蓝妈妈有点气喘吁吁了，真的是坚持不了了。但是呢，低头看到孩子用那种期待的目光，我觉得我一定要坚持。因为蓝队六块，势必要抓紧时间。这样的话，粉队也不知不觉之间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都拼不住了。好，杨杰最后一块，撑着撑着，实在撑不住就使劲用嘴巴咬那个板儿。还能减轻一下那个所有的压力，可能是心理作用吧。加油！加油！好，挂上去，挂上去。好，结束。手就整个都僵着了，那个手就完全瘸了，到最后就只能掉到水里了。刚才王彦鲁掉到水里啊，但是绝不放弃。蹬小车的是蓝队的妈妈，相对来说力量弱一些。刚才已经觉得有点精疲力尽了，所以后来蹬的速度就慢了下来。好，好，第五块完成，继续，快！好，蓝妈妈蹬的头低尾低不太好，你每次蹬完了，下一步就蹬到横杆。第一次掉到水里之后，我的手就开始打滑，所以就越来越抓不紧，然后所以就导致掉到第二次。哎呦，我完全没有抓紧啊！哦，可能掉到水里以后手也滑了。一、二、三，走，加油！加油，王一龙，最后一趟。抓住，一定不要再掉到水里，抓住。好，蓝妈妈现在已经蹬不动了。好，最后一米多。好，计时停止。哎呦，蓝队终于完成比赛了。我现在是浑身都发麻，只要见着杆我就想往远了躲。是我的妈妈，她是我美丽又优雅看似年轻的妈妈，她是同学们心目中最棒的老师，我心目中最棒的妈妈。这是我的女儿陈奕璇，她是一个聪明可爱善解人意的孩子，在学校里热心地帮助同学，在家里呢是我和她爸爸最贴心的小棉袄。快乐在一起，橙色属第一。大家好，这是我的老虎妈妈，她呢是一个干事利索、爽快、实干、坚强的一个人。大家好，这是我的女儿廖芳怡，性格非常开朗，生活非常独立。在一年级的时候，我女儿就可以自己管理好自己，自己一个人洗漱，自己写作业，超越自我，勇攀高峰。好，通过第一组的比赛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孩子手能不能抓住固然重要，但是家长能不能把小车蹬得很快更重要，这个决定速度。要妈妈行吗？这次没问题。好，坚持住啊，来，预备，开始。对，哎，对，好，快点，好，挺好，这一次两个妈妈上，看一下谁蹬得更快。目前来看，陈妈妈稍微快一点。别着急，好，别吧，你可以走，可以走，快点，快点。好，王队，早一步拿到。没有经验，一脚过去之后，第二脚踩不到那个横杠，我的腿没走一下的时候就会磨在那个杠子上。好，快到了。
我就感觉到应该走两边，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随时找到那个点。加快速度，有可能成为冠军啊！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然后手就越来越松，然后就掉到水里了。我担心他会放弃。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啊！王妈妈现在蹲的时候不要太重。好，第三趟了。好，还继续吗？好，继续。好，好，咱这个旋转继续啊！快点！快点！好，尽量晃动小一点，别晃动容易把它晃掉。好，现在黄队的孩子要掉到水里。哇，看来女生的臂力相对要弱一些，纷纷落水。没有问题。你要快一点，好，可以吗？好，坚持住啊！哎呦，再次落水，哎呦，再次落水。我当时那胳膊都麻了，都没劲儿，再撑都撑不上去了，然后就掉。好，成队放弃比赛。连续掉了好几次，也就真的是支撑不下去了，然后就放弃了。三级鸟。好，石芳怡现在最关心自己的成绩啊。超过他就行了。超过他，你肯定超过他了，因为他放弃。关键是你把这个整个过程全部走完了，啊，这就行了，好吗？你真勇敢。没事，你都坚持了三次。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很棒，很棒。虽然最终是失败了，但是这个并不重要，在这个过程中他曾经努力过，这个是我看到他很闪光的一个地方。好了，冠军家庭快过来，你们的奖品在这里。我们来喽。好，看一下水果大餐，喜欢吗？喜欢。好，当然奖品不仅仅水果大餐，看一下身后房车，今天晚上属于你们了。这种拖挂式房车呢，是中国最大的，而且是唯一的一辆。它的特点是可以躺在床上看星星。大家都来一块吃啊！来喽，来喽，来，来你给大家分享。谢谢，谢谢。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动感特区家庭极限挑战赛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我是曹振叔叔，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好了，接下来我们吃西瓜。像我爸爸妈妈能来陪我来这儿，因为这种和孩子一起参加这种活动的机会真的是很难得。对孩子，对我们整个家庭都是一种锻炼。虽然最终是失败了，但是这个并不重要，在这个过程中他曾经努力过。不管怎么样，我们挑战了自我，就是胜利。快乐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在一起也是很重要的。体验到了亲情，体验到了这种家庭的温暖和这种家庭和谐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任何冠军都换不来。